听。哦，太夸张，不行啊！哦。所以，交完事再次提醒：疫情期间，请各位同学啊，勤洗手、戴口罩，记得多看综艺大热门。Time and I heard that I was ugly. Came from a bitch who nigga wanna fuck on me. I said my face bomb, ass tight, racks stuck up, shack height, jewelry on me, flashlight. I've been listening last night. Hit him with that good, good, make a nigga act right. Broke boys don't deserve no pussy. I know that's right.这段表演哇，热力四射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
而且那真的青春洋溢，真的天哪！哇，而且叫做什么蔚为壮观，嗯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那全体向后传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菊花台高。平常老师先讲，因为他们现在要气喘如牛。我跟你讲，这段表演真的是非常好看，看得真的热血沸腾，血脉目不暇接嘛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一开始那个音乐《灌篮高手》，哦，《灌篮高手》，我们看了整个就热血沸腾嘛，而且他们完全。舞蹈应该是蓝妹老师编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完全运用了他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找蓝妹老师来，对，然后请田一德他们来，对，然后请他们那个弗罗莫萨先生编一首，他跟着跳这样，请田一德编一首这种，田一德真的跳，想看，田一德可以吗？田一德备赛啦，备赛了哈，哎啦，我觉得他们身体运用的非常好，就基本上每一寸的这个肌肉。对的运用都非常好，四个字，高潮迭起。哎呦，哎，而且子时在跳舞的时候，他刚刚靠近我的时候，那个真的是他那个眼神，我都不太敢看他。有被电到，他一直在看我，我说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那么短的时间，对，很短的时间。所以他们以前那个棒球队友在第一排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法香热区，那个买不到，我要去买都买不到。好，分数放在你心里，今天你压力最大，是好吧？嗯，他们跳起来，对对对，啊。喜欢眼神，哎，先不要带我，要不然我没办法看。先不要带我，先不要盯我镜头，不要带我。对，然后他们跳起来一点情色的感觉，对，重点是你刚刚说高潮迭起，我看起来就是健康快乐。哎呦，对，健康快乐，不错，非常精彩的表演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